Dabai Dabai， 大家好，我是定文古星五级的艺术总监陆之马迪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有关于 Baru 生之生的策展概念。那定文古星五级呢，是在2006年成立的。那我们在定文部落学习古谣，我们同时也在定文部落创造台湾族当代的身体语汇。这次的策展，我们透过以歌入舞、声线导引、呼吸转化、声线创造四个支线来营造表演艺术的底蕴，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空间的美好。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听见我们用心的呼吸，每一次的用心呼吸，希望观众可以看见会呼吸的石板屋，每一次用心的呼吸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台湾族四步舞的律动，每一次的呼吸，大家可以感受到舞者特显的表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Varu。Varu 在台湾族呢是心的意思，同时间也是心与心的交流，所以我们非常期待透过这次的展览，大家能够透过声音、听觉、用心感受蒂摩尔古星舞集想要传达的用心发出的声音，用心感受的传统与未来。